东方神起，昌明包藏阿公魂，随身携带针线何方写。别看东方神起跳舞那么帅气，某位成员却被爆料私下很老气。최근에가방저희멤버들이랑뭐동방신기멤버들이랑저희회사친구들끼리야유회런시절에특이한부르들한다고제가그날몰래와인한병을이렇게갖고왔었어요네그래서이와인을따야되는데와인따개가없는거예요예포크같은걸로이제와인을이렇게해서그걸파내고있었어요네가방에서와인따개가없어요 네와인을따고黑啦24岁的昌明出门总会带齐各种必需品，那跟老气有什么关系嘞？别急，让我们继续看下去。昌明搜身。자우리이방관자는昌明이는요즘뭘갖고다니는지第一个搜出的就是와인따개와야야야야接着拿出一个奇怪的荧光物뭐예요아이게장사로가요아이게팬티이게아니팬티가아니고요 이게해외이동하거나그러면이제장기가이제투숙하거나그럴때이제빨래같은거를바리오흑마늘산수유산수유홍삼하才24岁需要吃这么补吗？小化妆包里更精彩。어머이거뭐야이거뭐야이거뭐야어머요거봐봐요어머뭐뭐뭐실바늘실바늘제가먹는걸좋아하니까자주먹잖아요 네, 네그럼이제체하잖아요 妈呀，沈昌明，你年轻的肉体里根本住了个阿公魂嘛！好伙伴云浩都要看不下去了，但比起阿公魂，下面这位是直接变大神了。Super Junior 的神童啦，他反串嘉宾李贞贤，惊吓效果十足。但我说神童啊，你是不是又肿啦？정확한날짜계산해보니까한달반걸리더라고요苹果娱乐新闻，哎呀，这是怎么吃的？报道。